谢谢怎么讲？孔公卡。孔公卡。哎，刚才我帮这位爷爷挑那个椰子啊，其实你挑椰子的时候，你要知道那个这个椰子啊是比较重的。要照这个。你看，这里这个水很多，你只要摇起来，它的那个重量是像水。不是大小，不是大的反而轻。对，这颗大的反而是很轻的。然后主要就是你要看重量，椰子本身它是很轻的，它会漂浮在海上，然后漂洋过海，然后变成另外一棵椰子树。嗯，三十币就很便宜啊。减呢，它就130。这服务不错，而且还可以帮你把那个椰子肉刮一些下来，很好吃，非常香。不记哦，那个海干嘛嘛真可以可以可以。罗王子啊，我们吃的那个水果啊。野生的啊，罗旺子啊，这门帘也那么花，好了，很有东南亚的味道。哦，这是外部的逃生梯，有点高。而且东南亚人比较矮，这围墙对我来说有点太低了。如果真的肚子饿了，就可以买 Seven 的东西吃，还蛮不错吃的。还蛮特别的口味，竟然有寿司口味的，还有那个炸鸡口味，我觉得这蛮特别的。待会买一下来开箱，然后。还有泡面口味的，
嗯。一般现在什么样的？我们这个，我们什么可以来收购？